Nun zum Essen.外公跟家说的，他们好像是第一次遭遇战。家说哈，1737那个三级，那是比较正规的。这是第一场运输的。他们俩回合比较多的，俩都是比较稳的，回合比较多。对，他是外婆出来一个很转，老在起。他们俩就比谁更稳。输了一局啊？看你好像没热开的感觉。小崔现在正手好像室外蛮多。哇，这个球可以。漂亮，那就打上了，就是不好看。哦，小翠第一局输了，这边他们是打的是第二局，那边还是第一局。外婆，看一下，外婆关键球，关键球发球是有用的。哇，这个棉，这个崩的，两边崩的可以啊。挤住。这个拉可以，但是还是拉不出，没拉穿。第一局那个加说8-11，输给外婆。看一下那边啊。看一下这边，
来的转。哎，这个跳的可以。刚才那个小崔正手连续三个失误，稳定性还是差一点。燕娟就把他逼住了，连输四个。看一下两个明打，可以，他现在第三局刚才打的1-1。好，那可以啊。着急了，这不是 Anthony 的打法。这么好，1-1，那边打成1-1。外国人发球对陌生人还是可以有7-4现在。外国你看这个正手。就是撩。搞他那个正手，反手搞正手，那个球谁搞定？名字那个。失误太多，他那个软的球接不到力。现在6-10的，7-4。10-9，追得不错。追成丢死了哈。
十比五最的十比五最的第十，现在十平啊，第关键的一面。哦，他刚才就他领先一分，12-10。我再看这边。但是我觉得这里面他比较好打，不好打是吧？是吧？啊，但是我觉得那些好像都比他不好打。不是，我看你比较克是吧？你以为你前就看谁看不准？看不准。替你，我看不准。不是，我是觉得你的打法比较克他的。是吧？我是觉得你打法比较克正规的。对，他连续挺好，连续挺好的。那你不是防挺好的吗？你不，他不是打不他。但是你还是有中有轻的，还可以。打不出，真是打不出来分。那边看一下那个西瓜和他们意思。运气球，你现在外婆找着他打他方法。
这边结束了，那个 Anthony 3-1，他那个3-0，前两天很接近的。啊，这边他们是第四局，那个谁2-1领先。有，这自己玩的挺好。你有拖了吗？这分量，多少分可能比他高吧？差不多，稍微。我有点没打，你最高多少？上万前面，不计上，差不多。在国内打的呀，就是刚刚在那上万两千的。然后我跟他们就姐姐打，我们一起打。后面是心态一晚。傻，我几乎是。不是搞不定的什么情况，肯定。OK, 3. He doesn't want to play you. 3-1，3-1，3-1，3-1。他们第四局是吧？2-1。那个谁2-1领先。他这第一个开打的，最后一个结束。他最早开打的。I think it was the very first thing we had. That the guy that I did. Oh, yeah. I thought you did. Oh, you know this guy. Oh, yeah. Four days of the game. It's been this. Right? Oh, yeah. Oh, yeah. 没人打谁，我给你打来是吗？这组应该快完了吧？这组快完了，真的。你们肯定是轮着打呀，他们对应该一般是这样的。对啊，应该是这样的。